前方高能预警，我不想听了，快要推车的录像带，我觉得这样很恐怖。打开这门就有鬼是吧？让我做好心理准备。还要开吗？哎，就这，啊，就这。那没什么吓人的，哎呀！我跟你说，以我看鬼片的经验来看，这绝对要吓我，真的。有柜子吗？哪里？颜色就是密码，什么意思？猫眼有密码。我不拿手机拍，我感觉要出事。对啊，我先把这照片删了。嗯。不然放到手机里面晦气。OK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删啊。啊，就这，Day two， 我感觉会，我玩这个玩下去会对我精神造成很大的污染。你们不觉得恐怖吗？我往前走这灯就关了，我往后走这灯就不关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过来呀！要不商量一下，换点其他的。